在吃这个，这是虾子，这个是香肠。我心里很爱吃这个，这个是可乐吗？这是什么？我有加一个苹果。那是一个果汁吧？你吃那个叫做什么鱼？你知道吗？蛋蛋鱼哦。那个叫做柳叶鱼。然后它的肚子有很多的蛋蛋。然后那个是卤蛋吗？哇，你看它的肚子好多蛋蛋，有一颗一颗的耶。想有一只猫。你的嘴唇上面都是蛋蛋，太多蛋。面面吗？要吃泡面。哦，那我吃。没关系，我没有煮，我也可以吃，因为很好吃。这个是泡面可以吃啊，这可以吃啊。先放我这里啦，我帮你保管在肚子里，好不好？